多时候这个错过了对于男生来说算是一种遗憾，可是对女生就不同哦，它会变成一种伤害。小姐，这里是公车停车格，哎，你怎么把车停这边啊？拉多少车？快拉车回来啊！不要闹哦，你刚吐完。哎，不要闹哦，不要，我对不起，你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为什么要亲你啊？好，你们两个是谁跟我说回去上班不是为了林春娇，就上班没几天嘞就把人家灌醉带来我这里上床了。赖世明，你这次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我喝醉酒的时候你有没有对我怎么样？哎，还是我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林春娇，干嘛一直逼问我？你跟赖世明上床我都没有在上床。大家看，手持凶器，铁证